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1896年的上海之行打开了谭嗣同的世界，新科技和新思想再一次点燃了谭嗣同内心的热情，维新的意念更加澎湃。然而回乡后不久，谭嗣同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父亲谭继寻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出路，谭继寻对儿子倾向维新感到不安，他担心儿子受到新思想蛊惑惹是生非，便出钱给他捐了个五品候补知府，想让他安顿下来。谭嗣同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加之此前创办算学社也受阻，便暂时接受了下来。1896年8月，他前往南京代职，断续度过一年多时间。不料就在此期间，湖南的维新事业却有了新起色。是什么地方呢？叫那个十五学堂旧址。学堂旧址。那真没听说过。我想问一下，十五学堂旧址，您知道十五学堂旧址在哪儿吗？十五学堂，这座曾经的湖南维新重镇，在岁月的荡涤中退出公众视野。今天，即便是长沙本地人，也很少听到过这个地方。你是陈老师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凤凰。陈家书是十五学堂的守护者。对对对对。上世纪80年代，陈家书的父亲陈云章先生自己出钱买下了这栋房屋，留下这处历史遗迹。陈家书的爷爷是著名经史学家陈天尼，成长于维新时代。那时正是维新火种从十五学堂勃发之际，陈天尼与陈云章父子都因此受到维新思想熏染。陈家书说，父亲保护十五学堂的目的就是想保护下维新的火种。十五学堂从创办到关闭只有一年多时间，他因维新而崛起，也因变法失败而使命终结。正是这座新式学堂在戊戌年间引发了湖南思想界的地震，也为谭嗣同后来的遭遇埋下了隐患。1897年夏天，已在南京为官的谭嗣同收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发来的邀请，请其辞官回到家乡帮办新政，为新成立的十五学堂助力。在谭嗣同离开家乡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南维新事业蒸蒸日上，得益于新任巡抚陈宝箴的支持。电报、矿物、轮船、铸币、电灯公司、火柴公司等都纷纷设立，在洋务时代已被甩开的中南地区一时再开风气之先，人思自奋，社论维新。湖南当时是最有朝气的一省，当时在维新运动中间是称之为最有朝气的一省。那个光绪皇帝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褒奖陈宝箴啊，说他湖南的维新运动推动得好。陈宝箴空降湖南，接替吴大成担任湖南巡抚，在国家危难之际被重用，时年64岁的陈宝箴壮心不已。他利用甲午战败后全民激昂的自强维新之情，大刀阔斧改革弊政，除旧布新，全面开启新政。甲午战争呢，对湖南人的刺激是比较大的，因为原来湖南人都认为湘军是战无不胜，可以包打天下，因为原来湘军是湖南的一张名片，是湖南的一个形象。现在这个名片、这个形象已经被呢打败了、磨去了，所以湖南人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么这是这种痛苦的心理，才是湖南人感觉到
自己不能再像原来一样，自己应该振作起来。那么这一口气，湖南就要走出好的榜样。所以呢，他们认为要求中国要开始走湖南走起。创办一所新式学堂的想法就在这样的维新思潮中萌发。1897年春天，十五学堂正式开始筹备。此前已在浏阳创办过算学社的谭嗣同，自然进入了陈宝箴的视线之中。陈宝箴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曾同在湖北为官，谭继寻担任湖北巡抚，陈宝箴担任湖北按察使。因为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谭陈两家结成通家之好。陈家公子陈三立是谭嗣同的密友，二人思想都倾向于维新。改革开启正是用人之际，陈宝箴想将谭嗣同纳入自己的幕府效力。他曾几次通过幕府中人邀请谭嗣同入幕。接到陈宝箴邀请时，谭嗣同刚刚在南京安顿下来。1897年春节前，他举家前往南京。3月，食补江南筹防局提调一职。尽管此前谭嗣同已对官场逢迎虚伪、污浊黑暗失望透顶，但迫于现实，不得不暂时屈就。对于陈宝箴的邀请，谭嗣同很是心动，却又犹豫不决。刚刚落脚南京，有了职务，挂冠而去，会伤了父亲的心。他是一个大孝子，1891年的样子，就是他得了一个那个他的左腿啊，生了一个大的恶疮。那么就当时，其实当时这个病很危险，就是说这个谭嗣同呢，他就是说让其他人啊守夜，他就是白天照顾他，但是他就晚上照顾他。然后后来他就用嘴把他那个疮口的那个啊什么脓啊什么这个把它吸吮掉了，然后就这个因此而治好了。尽管与父亲志趣相异，但谭嗣同终身恪守着为人子的人伦，对父亲极为尊重。他心向维新，却又不愿与父亲为伍，只好暂留南京，尽全力帮助家乡新政。他一面为十五学堂在上海购置教学仪器，一面游说好友梁启超前往湖南十五学堂任教。其实梁启超正在沪上帮办《食物报》，担任主编，总办汪康年不愿放行，谭嗣同主动出面说情。他致信好友汪康年，请求其为湖南新政绩放了梁启超。他说：“您若不放行，我将亲自到上海请求；您若还不放行，我只能抢人了。”随后他又解释说：“我也是乡人所迫，不得已而这么做，希望您能做个顺水人情。”软硬兼施之下，汪康年只好放了梁启超。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受到湖南方面的热烈欢迎。湖南巡抚陈宝箴派其子陈三立、学政江彪、按察使黄遵宪等人亲自前往迎接。十五学堂全体师生齐集学堂门口，燃放鞭炮，迎候他的到来。不久之后，在陈宝箴力促之下，谭嗣同也辞官回到长沙，担任了十五学堂协理兼中文教习。
师资是食物学堂创办的重中之重。为开风气，湖南巡抚陈宝桢想从全国延揽新式人才来执教。当时的维新重镇，一是广东，二是上海，声名最隆的当属广东康有为一派。湖南方面原本有人想请康有为前来，但陈宝桢不喜康有为张狂的学风，只好换了相对温和的梁启超。在食物学堂的具体管理上，湘籍翰林熊希龄推荐谭嗣同担任总理，但陈宝桢认为傅生才气可爱，义气可忧，最终只同意委任他担任协理，总理由熊希龄担任。陈宝桢希望食物学堂能够培养孕育锐利又浑厚的改革精神，不料却在谭嗣同的影响下偏离了轨道。这个食物学堂故址，这个是梁启超呢，他26年以后，1922年，他在东南大学教书，他应湖南省的邀请，再到湖南来讲学讲课，他又回到这里来了，非常感慨，他写的文章呢，他讲述这段经历，他说，那么多的湖南的学生，还有老师都跟他到日本，后来那么多人就牺牲掉，他很感慨。所以说他就写了这几个字。食物学堂的时光是梁启超一生中短暂而辉煌的高光时刻，尽管从到来至离开只有4个月时间，但却震动了湖南思想界。1897年，从上海来到长沙后，梁启超被委任为食物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秉承陈宝桢的想法，定制了励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等10条宗旨，希望培养学以致用、服务于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人才。这一宗旨充满儒家的治学立身精神，但随着谭嗣同的到来，这一宗旨发生改变，食物学堂成了传播新思想的据点。谭嗣同早年尽管长期致力于科举考试，但却深受明代开明思想家王传山的影响。他的3位老师，欧阳中武、涂启先、刘仁熙，均是王传山思想的传播者。王传山在整个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有一个字非常突出，变。王传山开始写这个对易啊，易经的易进行这个注释，他一直到晚年他还在关注着这个易，所以他提出一个观念叫趋时更化，跟我们现在说的与时俱进一样，提出这么一个变化的思想。王传山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的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一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王传山变的思想为谭嗣同所承继发扬。他的那个日新观，日月的日啊，日新观，他说日新之谓圣德，他说天不兴何以生，地不兴何以运行，日月不兴何以光明。那么他这个日新观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展的观念，你是个这个社会是不断向前进的，不断发展的，你也要不断的要更新，就像人身体要新陈代谢一样，你必须把那些旧的东西把它摒弃掉然后你才能有新的东西产生。求新求变的思想驱动着谭嗣同一路向前。1897年年底辞官，再次回到维新阵营时，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京的官场经历和上海的新思想刺激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他愈发意识到了旧体制问题。他日后的成名作《人学》就在此段时间萌生。他说，数千年以来，三纲五伦之惨祸劣毒
惨祸掠夺啊，有事酷矣，君以民自成，官以民讹民，父以民压子，夫以民困妻，兄弟朋友各辖一民以相抗拒，而人善有少成焉者得乎？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些话，就是说他这个民就是那个民教的民呢，民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道呢，所谓的道统呢。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谭嗣同反思认为，2000年来的明教体系已经严重束缚了人性，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要想前进，必须冲破这种束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是窒息了中国人2000多年来的这个一种封建的伦理思想。所以呢，他要春节网络，他要春节这些网络，春节网络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要求平等，要求自由的一种思想。电光火石思想如彗星划过夜空，点亮谭嗣同的世界。从甲午战后他就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现在我们的这个近代史的这个教材里面也在讲说，这个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那么谭嗣同他们当时呢也在讲说，我们兴洋务兴了几十年，20-30年的这个洋务为什么还是一触即溃呢？并不是我们的装备不如别人，当时北洋舰队已经具备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比日本要好，他因为他是从德国购买的这些军舰啊等等，那为什么还会战败呢？那就是在于机制不行，人不行，所以他们就把原因再往根儿上去倒。那就是说我们搞洋务运动，曾国藩啊李鸿章他们搞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就变气，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么这个气已经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那道安得独不变，那么我们的这个体制啊，政治体制啊，也要随这个气的改变也有所改变。谭嗣同批判说，2000年来执政，勤政也，皆大道也；2000年来之学，循学也，皆乡愿也；2000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痞色，无负人理，言及金资，方欲聚矣。由此出发，他认为，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必须要废除君主专制体制，因为君主以天下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君末也，民本也，所以君是摆在后面的。因为君为什么是摆在后面的？因为君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是替人民办事情的，而不是在高高在上的。所以他这个君民观是他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他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真正的尝试改革的第一人，他开始了一次文化觉醒。文化我们原来就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天不变道义不变，亘古不变，但是从他开始，大家知道要重举罗网，要对三纲五常要批判，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就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奠定了他从近代的大的思想启蒙家的这么一个地位。梁启超后来评价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1897年年底至1898年年初，也正是在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下，梁启超将十五学堂引向了另一个方向，由此引发了湖南思想界的新旧冲突。
谭嗣同思想中最闪光的是他追求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他曲折的成长经历相关，也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相关。内在的自省和外来的刺激使得他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由此生发出对旧秩序的冲撞。1897年年底辞官再次回到湖南时，他的思想彻底转向了维新。他希望借助于实务学堂传播新思想，育化出具有新风尚的青年，由此改变旧世界。谭嗣同的想法和梁启超不谋而合。这本书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当时湖南实务学堂编的，以前没有这么多集中起来的这样的印的这么看好的这样书。这里有这个蔡锷他的对读书啊的一些自己的感想。这本实务学堂遗编是这所学堂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记录，它记载了实务学堂办学期间师生札记、批复以及相互之间讨论。梁启超在来长沙之前已入康门多年，发起公车上书，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创办《十五报》，是全国广为人知的维新人物。此次前来，梁启超也希望借助于湖南的改革风气，实践维新变法思想。梁启超初到长沙时还比较谨慎，有了谭嗣同的支持，胆子放开了，竟与谭嗣同及其好友唐才常反复商议，决定实务学堂要扭转办学方向，以开风气为己任，主要要勉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著作，使他们的思想逐渐脱离传统的樊篱。最重要的一个是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内容它就不是学 不是像过去一样学什么是做八股文，它是一个是它也 是要求那个中西并重啊，中西并重，那就是又学中学的又学西学，西学呢学算学呢，什么外语呢，格子呢，这些学。西学教育中，政治教育又被放在了首位。梁启超就说，日本学校，就是以那个政学 为先，义学为辅，政治教育是摆在前面的，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义学啊，义学所谓就是科学技术教育啊，这个教育呢，它可以你政治上没有改革，你光学了科学技术是空的，不会改变什么真正的改变社会，而政治教育呢是可以又可以很便捷的改变社会，首先把政治上进行改革，那么医学呢它就会跟上来，实际上就是它是这样的想法。通过政治教育实现启蒙，从认知上改变青年，进而推动社会变革。梁启超此前追随康有为参与社会运动，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来到实务学堂后，他凭借其过人的才华和口才，成为实务学堂讲课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实务学堂的风气。而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授课方式上，实务学堂也一改传统私塾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主张师生问答互动。梁启超啊，他们就其实采用的是那种万墨草堂的那种讲学的方法啊，讲学的方法就是由他布置学生读书，读了书之后就写自己的感想，然后集中来讲解。然后呢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很杂记册制度。所谓杂记册啊，
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笔记本呢，读了书以后你就把你读书的感想写在这个杂记册上面，你一是提问，二是心得，你有什么心得体会，那些教习呢看了以后呢就给你做一个评价，你这个提的问题他回答你的问题，你读的书你还有什么问题他给你写，需要指出来的他也给你指出来。对学生在课卷杂记中表现的进步思想，教习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与支持。如学生提到名权，教习即批示：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名权者，何取六经中所言名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学生提到意愿，教习批语云：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知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力能夺其权而耻其职。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匪君，可见顺义由公举，非由私授也。实际上就是他们把这个学堂作为他们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阵地，向学生宣传维新思想，他们要把他们的思想要广泛的传播，所以呢在这个实务学堂里面呢，这个政治教育啊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重头戏了，他们就是宣传为什么要变法呢，怎么样来变法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要通过一些什么途径来改变这个现在的这些状况呢，就是这些。梁启超的学生作业批语思想十分激进，基本接近谭嗣同在《人学》中所述的政治革命观点。梁启超怒道：揭露清廷屠城屠役，皆后世名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犹令人发指滋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即以公法为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血气旺盛，求知欲强，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激进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撒下了一粒火种，日后燃起革命的烈焰。这些激进的维新思想，也给湖南官绅阶层带来惶恐，引发了湖南思想界的一场地震。实务学堂从创办到关闭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总共只招收了120多人，但这些人却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新青年。蔡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林圭等多名学生追随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这里孕育出新的革命力量。1900年，谭嗣同好友同为实务学堂教习的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其中有20多人来自实务学堂。毛泽东后来评价：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实务学堂。实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但也因为传播先锋思想，实务学堂引来了保守力量的围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